Hello，大家早安。那今天是我们的第二天。对，Day Two。那其实我们外面是海，就是游泳池，然后这样隔了一个奇怪的东西，就是海浪。你们看，就是你看有没有看到船？现在呢，我们已经到了这个早餐的地方，然后那里有很多菜，然后还有很多人，对，有很多人。然后，走，我们去看一下菜。刚我们吃完了早餐，然后有一个咖喱饭，超好吃的。对，那现在我们要准备走了，走吧。受不了人，很可爱。我买到了口罩，好大啊，缩小。现在我就可以往我拍了，你们看。然后我们在金陵湖这里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吃午餐。现在我们到了我们的餐厅后面，对，是雪。哈。啊。你们看是雪，哈，好，哈。
拍得到下雪吗？应该是拍不到，但现在在下雪。现在有下雪。可是我都没有下大。啊、哦，没有下大。哎，它那个数字算大吧？我上次在北海道没有那么大、啊。因为这雪是可以堆雪人这种哎、欸。五秒后，一二三四五，我们到了。你看那牌子都被污掉。对啊。那牌子都被吃了。被雪盖住了。丢。最长的吊桥，对，给人走的。对啊，对啊，四百。入场10000000人，我希望是我的订阅，我订阅也可以10000000人，你们说好不好？好，你看那是同讲话。我们到了饭店。房间。哦。电话。苹果。Yes。网络。绿茶。电视。杯子。晚餐。我们刚坐的位置，现在我们吃完了，他们正要洗手。你们看游泳池，一、二、三、三、刚吃好饱，我们刚吃了一大堆螃蟹，我们刚泡完那个温泉。可是我觉得上一家比较好，上一家还有户外呢。哇，这里还有有人吗？没有人。我们看这里有按摩椅，还买冰淇淋。虽然日本很热，可是暖气乱七八糟的暖，所以很热。哦，对，虽然日本很冷，但是暖气超级超级无敌乱七八糟的暖，所以很热，可以吃冰淇淋。Chocolate banana。 对啊，我也是看到这个，感觉很好吃。要吗？要啊。在这里壁纸都非常的小，所以买一个冰淇淋就要放一个那个，放一个纸餐。它没有脆脆的。这是同爸的香蕉巧克力，圆圆的很可爱，好吃。日本的冰品真的比台湾什么 Seven 的好吃呢。那这是一把剑呢，拿着下面这个地方，这是一把剑。现在晚上的夜景。对焦，对焦，你们有没有看到？晚上我们在山上，所以往下面看很漂亮。对，就是这样。然后隔壁住的同妹。对，好，那今天就这样啦，明天见，晚安。